众仙家。正所谓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你哋已经做好最后嘅决定未？我天蓬元帅绝不后悔。我何仙姑嘅决定系唔会改嘅。仙姑嘅决定就系我嘅决定。我命由我，不由天。嚟啦，玉帝，金猴冚，准备开。印紧银纸啊，咪边度有银纸派俾人啊？钢铁起价，炼丹炉缺货。钢铁起价，炼丹炉缺货。红线甩色，冇可能嘅，冇可能嘅。我寻日先 check 过嚟啲货，哇！就大佬刚冇时间啦，丢虎丢虎。莲花池嘅荷花谢晒，系啊系啊，谢晒啦谢晒啦，用 plastic 噶啦 ，plastic 唔会谢啊。周徒弟，哎哟，我徒弟太多啦。打咩啊？打交？咩年代啦？仲打交？打边度好嘛？钱财童子，我唔系生财童子啊！咁你要钱嘅话，你打嚟俾我做咩啫？你一查唔见佢，我挨帮而困啦，超！你估我敲多只眼咩？挨三只眼咋？又冇火？喂，我火火轮定咗半年噶咯，唔系啊，我依家冇卵用啊！做咩又执女俾我嘅啫？呢个系凡人对我嘅谂法嚟嘅。哎呀，月老都搞唔掂嘅嘢，你揾我都冇用噶。我而家望到啊，同玉兔铲屎嘅时间都冇啊！你自己搞掂佢啦。而家啲疫情更严重，我济公都救唔到咁多啦。哇！笔废柴啊，好似唔系好掂咁。玉帝，冇事嘅，好快就可以驾车成都嘅。混账！我哋话晒都系神仙嚟噶嘛，大家可唔可以认真啲咧？正所谓路冇冇云行，系路冇云不行，系咩？系。正所谓路冇云不行，雨无水不生，凡间冇神仙，迟早乃镬金。众神仙们咧，一齐落凡间睇下，睇下有咩可以帮手咧。嗱，不如咁啊，嫦娥。即系你身材而家搞成咁咧，喺月球里边食到肥尸大只，不如你落去睇下，顺便做下运动啊嘛。惊我落咗去之后咧，飞唔翻上嚟。阿月老、财神爷，哈，你两个过年就最受欢迎噶啦，你两个落去包冇错啦，系咁话啦。阿玉帝啊，最近啲红线出咗啲问题啊，甩色喎、咁我咧就要做吉伯啦，落去督工啊！玉帝，仲有啊，而家啲人咧中意马斯克多过中意我，打打我啦，嚟人使啊，嚟剑啊！不如咁咧，我哋再赌一铺，边个输咗嘅咧，就下凡 on duty， 咁好唔好啊？闹嘅喺度搞啲咩啊？啊，冇啊！即系凡间而家咧就好苦，我哋众仙家们喺度参详紧，点去帮佢哋啊嘛？嗯，见到你个个咁努力，我就放心啦。仙家们，饮不得，饮不得。啊，大玲啊，快煮饭啦！哦 ，OK。喂，我想食白骨地啊，今日加多马油炸鬼俾你啦。大家落住啊！买定啦嘛！嗯，买定，咁开噶咯！啊，不改少少嘢嚟吓，买中咗嘅下凡 on duty， 开！
八戒，阿弥，阿悟空，唔通你用呢个金睛火眼偷睇你？傻咩，玉帝，我边会系咁嘅人咧？好啦，既然大局已定，就由你哋五位神仙下凡 on duty。阿玉帝，就咁，我谂到个办法。我哋呢几位老仙都有好多徒弟，而且当中都不乏人才。不如咁咧，派佢哋落凡间实习，一来咧可以帮助啲凡人，二来又可以加速佢哋修成正果，咁就可以帮轻我哋咯。呢个 idea 唔错，喂，但系点拣咧咁多 ？IT 部，嗯？睡觉，插盘身下凡不得了。玉皇大帝心情好，放鞭炮，有什么直接说就好。生活有时让我喘不过气，其实我也不是不够努力。平安健康就是最大福气 ，Be happy， 要活出自己。众星大平山。一起胡闹闹闹闹，好的烦恼世界美好，哇哇哇哇哇，生活很糟，只要有你刚刚好，一起笑，其他都不重要，闹闹闹，让我们一起胡闹闹闹闹，好的烦恼世界美好，哇哇哇，生活很糟，只要有你刚刚好，一起笑，其他都不重要，闹闹闹。神呢，其实神都是人，只不过他们做到人做不到的事，所以后来才变成神。而我呢就特别少少，我是神中的这个皇帝，就好像平民百姓的阿光一样。最主要呢就被神仙呢有个目标，神仙呢就被人民百姓呢有些希望。但你们几位加我们这个仙家插班生，务求都系想成为神仙咧。今日拣中你哋五位，可以行到凡间协助呢个人民百姓，你哋一定要完成任务，千祈唔好丢我哋仙家嘅家。呢个表里边有你哋嘅目标人物，佢哋所有嘅资料都喺呢个表里边。你哋下凡之后要好好咁帮助佢哋，喺徐志爷之前完成任务，到时天门打开。你哋就可以翻嚟噶。记住，佢亦都系我哋 keep in touch 嘅工具。今次只许成功，不可失败。加油！威神领旨。兄弟姐妹好，我是小财爸爸，我是财神的徒弟，我想发财找我。大家好，我是月九妹，现在在月老班学习。鄙人小草乃太上老君弟子。Hello， 你不会讲现代话？懂啊。这样你讲现代话啦，没有这样奇怪。
你看起来好厉害哦。我是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观音菩萨指定保护唐三藏取经成功的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徒弟。我叫小武，武功高强的武。你又是什么来头啊？我就是法力高强的抓妖天王太乙真人的闭门弟子，叫我小仙。小鲜肉的小鲜是神仙的仙。你的身上有妖味哦。我师父关了几百只妖，每只都凶狠无比，那我和他们对打，身上加满妖气，不是很正常的吗？佩服佩服。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换一下我们的服装？你在扮财神走路？哇，这样你都知道啊，厉害哦！干嘛拿财神装出来玩？哇，很快就有工作了的，这两年都没有人找过我扮财神，所以啊，我 feel 到今年过年一定会有人找我扮财神，所以呢，我就要 practice 一下。哎，妹，我跟你讲，扮财神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讲哦，那些有钱人都会请我们去扮财神的。有钱人的话呢，我就可以认识他们，然后吸收他们的气场。院长讲，再不交学费，我下个月就不能上课了。什么盲人学院来了，降八百了，迟一点交学费都不可以的吗？不如你跟我一起做一点白金来卖吧。这种东西赚得了多少钱哦，一点都不切实际的。反正你现在也是闲着。什么闲啊，我这种事叫做一步一步靠近财神啊，说不定啊，我一进房间了还会遇到财神啊。嗨，你是谁？你怎么在这里？你怎样进来的？哈哈，你是看我叫小财爸爸，我是财神派来的。先生，我告诉你，我没有要结论，你还是走了。嗨，你是看会了哈，我呢其实是来派钱给你用的，我呢是仙仙家，你都讲得出啊，你真的是我见过这么多个人里面的脸皮最厚啊，还承认自己是仙家的。其实我是想说呢，我是仙家插班生，我是财神的徒弟，哈哈，我来这边呢是派钱给你用的，而且这个钱是不用还的。哒啦，哇，兄弟果然不简单啊，道具、发型、服装都有，哇，厉害哦。哪边是菜？我呢就必须很认真跟你讲多一次了哈，我是仙家财神班，财神派我下来呢送钱给你啊，而且这个钱呢是不用还的。哦，笑，看你还笑不笑得出。在你七岁那年，做你隔壁那个肥仔掉了5毛钱，结果不该拿去用，只有你掉了1块钱。在你8岁那年，你在学校捡到10块钱，结果你回到家，那你的天花板掉下来砸中你死人头。在你13岁那年，你在垃圾桶旁边捡到100块钱，结果你回到家，你的烂赌爸爸是不是输了1000块钱？在你23岁那一年呢，因为失业没有工作没有钱，你的女朋友偷偷塞了500块给你，结果呢这个女朋友还跟别的男人跑掉啊，还偷走你家里所有的东西。在你24岁那年，你中了人生中第一张彩票，是1528，结果你人生中第2次被偷走了，真的30岁。够了，过来过来过来，这些东西连我妹妹都不懂，怎么你会知道的？你现在肯相信我了吗？哥，是谁？我的朋友来找我。喂，来来来，走走。哎，这样你可不可以跟我讲怎样变有钱啊？那方法非常简单。你只需要转这个罗盘，转到多少就拿多少。哦，这一个 yeah， 但是有个附带条件，就是呢你必须要在当天子时之前把所有的钱花光，而且这个罗盘呢、还伴随着一个24小时以内的厄运，就是这样子了哈。所以你现在答应的话呢，我们就来做这个签订仪式呢。好哦。财神到，财神到，金银财宝全送到。请转罗盘。
可以转了、啊。转了、啊。啦，8888！啊，钱！别急，等等先。阿森，老板，恭喜发财呀、啊！恭喜发财，老板，老板你有工作你打电话给我就可以了，何必麻烦你亲自上门呢？这个是我之前欠你的薪水。哇，老板，这也太多了吧！欠你这样久，利息也要算呢，再加上你收不到钱，精神损失。新年要到了，我就给你一个好意头，8888！谢谢老板。我赶时间，我走先。OK， 老板慢走，老板。啊，妹，阿哥带你去吃好吃的，走。唔系啊嘛。咁容易就攞到8888啊？唔使紧张，让我们看下去呗。阿妹啊，等一下，快快吃完它，然后我们去你的那个学校那边把那个学费还完它。哥，你哪里来那么多钱啊？你的声音怎么变了？哎，说你说你，很快很快很快啊！哎，食物到食物到啊！啊，阿玲啊，今天叫很多东西吃哦，吃不吃得完哦。啊，不过没有关系，最重要在吃的时候呢，就做好这个安全措施啊。啊，那边有人叫我。啊，不准，蔡生啊，我刚才看到你妹妹跟一个很鬼佬的老安哥在一起啊，而且还点了一整桌你平时不舍得点那种贵货、啊。我看一定有龙六了，你自己小心一点。什么鬼哦？喂，咩料啊？架电视唔系新买嘅咩？点解咁快又坏咗？诶，对，应该就唔系电视坏咗，呢架系靓牌子嚟，系我哋嘅电力出咗问题。我叫雷公check check个电力。喂，咁唔掂噶喎！我唔知两个徒弟落嚟会发生乜嘢事噶喎！我真系要求神保佑啦！喂，我哋咪神咯！唉，咁又系啊！计起上嚟，我哋呢度啱啱冇六位，简直就系六神都无主。话是话，话是话，你哋睇唔睇好咧？阿财神嘅徒弟仔，我就唔系咁睇好啦！啊，我惊佢差唔过指示啊！讲开又讲啊，点解嗰几只嘢会去咗马来西亚嘅吓？就是咁嘅，因為而家馬來西亞咧政局又唔穩定啦，治安又唔好喎，啲人民百姓啊生活得好辛苦啊，銀水又跌得好低，百物又漲價，所以咪派咗去馬來西亞咯。係啊，啲政策成日吞嚟吞去嘅。唉，係啊，啲人民就係咯，又變咗冇兩筆幣咯嘛，仲個爭爭啲添啊！唉，真係，係喎，溝通嗰邊又塞啦，係咪先？用筷子都俾人講。走。别睡觉，茶盘身下饭不得了。玉皇大帝心情好，放鞭炮，有什么直接说就好。生活有时让我喘不过气，其实我也不是不够努力。平安健康就是最大福气 ，Be happy， 要活出自己。让我们一起胡闹闹。世界美好哇哇哇，生活很糟，只要有你刚刚好，一起笑，其他都不重要。啦啦啦，
自己喺度倒緊啊 ，very good 啊！而幫埋賣眼屋水啊，啱按後梯啊，後梯乜雞牌？前柴啊！魚無水不生，人無咩啊？人無神仙，遲早乃獲金。人無神仙，遲早乃獲金。我是财神的徒弟，喂，想放退，退下来吗？你知道扮财神有什么好处吗？扮财神呢，你就会，你就会，哇！